龙虾事件是怎么解决的？什么龙虾？谁的龙虾？没吃龙虾呀？把他们也算上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出招吧！哦，卡牌龙虾呀，这个意思啊，没法解决呀，能咋解决呀？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每回都这样，这弹幕真的每回都这样，就是首先会出现了一个傻逼，然后呢也得我生气了，然后我会做些一些动作，然后呢开始有几个傻逼的弹幕就开始了，哎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哎，他只是没看见而已，至于这样吗？你主播要有正能量，就这样式儿。回回的，看招！他一滴血的啥呀？不知道，试探一波。那看来不是 Q， 他这都不放 Q， 那就是没血 Q。还有谁？你怎么能学的 Q 呢？你不应该学 Q 吗？勾引他放 Q 啊！勾引一波，五招吧，死了他！贴着就可以，往内圈贴。现在该我了。算上乌迪尔没事，打不死我们。再见啦，把他们也算上，差点钱呢。差了个吸血，出招吧！严阵以待。赵信野区怎么可能打得过？哎呀！闪现没贴着，怎么可能打得过乌迪尔？好招，漂亮！我这多 A 了一下，没晕住，这落手没带闪。这眼儿没撒进去，我们直接回家。那些兵你都别补，
你都别吃，你就追我，你使劲追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太老呀，再见了。这波这么的啊，兄弟们，我们插个针眼在这钓鱼，你知道吧，他肯定得进这个草丛，没邪没，他只要进这个草丛我们就出来把他杀了。你看着啊，嗯，别着急啊，看他放扣不，他得放扣吧，他放扣我直接跳他脸，不用了啊。眩晕锤锤重锤锤重锤也重锤，怎么不进这草丛呢？我都已经想好了，他进草丛以后他先排眼，排眼我估计一个贴贴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不带闪现，快跑！有跳弹，溜了。哎，眩晕，跳眼，摸眼，回家了。这跳弹我留着啊，一会儿这就是我们的后路。能打的都没有，出招吧。如果想给我啊，那他就直接走了，他如果不想给我那就算了，毕竟这才第二个，拉倒吧。哈哈，你眩晕锤重锤，走位三二一跳，致命点，无敌人可能来啊，打不过我们没用。他要不在，你就直接拿了是吧？那我肯定拿呀，那我不拿没人拿呀，那不浪费刷新时间呢吗？那他都来了，那就没办法。
来吧，小伙子，在这蹲他一手。哼，一个能打这两把大剑是啥意思？来了。Surprise！ 他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。还有谁？坏了，这小子要跟我抢路程了。哎，走了。我打了，我说停停。严阵以待。Killing spree。这下路不崩都怪了，我来一波吧。心甘情愿。嗯。招。别着急，跳下来啊，勾引一波。现在我们没有技能，别着急啊。哎，你好。好不，别着急放放扣啊，他不义我不扣。我又回来了，你大爷的，不放技能，我操！脸探草丛，那必脸探草丛，德雷文都觉得自己无敌了。他一看这来的是赵信，那不用害怕，我们先放个针眼让他不知道是谁，你知道吧。严阵以待。把他们也算上。我来一波，来，我估计要杀小法师吧，能杀不？无敌人可能要来啊 ！Hello， 我重锤，先发一个，不着急，在这印记的等他啊，等他，我重锤锤。不用塔皮，我吃一招。看招！红应该有。拿个红，再杀个无敌尔。Hello， 别着急，他要拍我们。先跑一手，让他拍不着。无敌尔银行卡密码是46。你咋那么狂呢？这个辅助这么狂，要放大了，9位。
哪家银行四个六？天地银行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把他们也算上。目前我们应该是无敌了，落手挂机了。没想到吧？来一个我杀一个，来两个我杀一对，最好是对面四个全部来，这波我就四杀。不用给我打信号，不用给我打信号，来一波花抓扣。德莱文狂，死了阿卡丽，呀没死掉。无敌尔要是之后一会儿再来就好了，我先把锤石杀了。大招呢？我这蓝不够用，我怕我就没爱开大。来个死亡之舞。兄弟们，给个舞台，1v5，把他们也算上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回头想跑，哇，跟我俩跑酷，往哪跑？350。慌他，好慌！刚有一个说我拿一个助攻，他就要弹我一下软弹。你去弹凯哥的吧，你别弹我的，我的不好弹，我的没有弹性。要不是基地呀、啊，马上爆炸了！我能追你追一年。
接续了，兄弟们，我们今天的直播也要接续了。麻将最后一集明天再看，给大家一个波波，明天见。为什么53就走了呢？因为今天要出去吃饭。给大家一个波波，明天见，溜了，法官也就不玩了。没意思了，我打 boss 每个 boss 一下，死了没劲，不玩了。